侦查是山姆，小组是艾洛伊，第二集是莫娜维，芭芭拉，对，小侦查骑士，我是沙糖，我女友有事，你要去什么？聪明骑士，蒙德城的迪卢克，你好呀，影月，公子达达利亚。甘雨，我是青叶，我是客情，我叫燕飞，我是七七。网生堂第77代堂主就是胡桃女，身不幸运，我会自称中。我的名字是风言万叶，雷电翼，九条沙罗，早佑，我托马，我是明神大社的公司，公心玄力灵九七，剑系巡律员柯莱，戴丽，祖贝尔剧场的咪，李佳娜，新港人，伊拉伊拉，化路深，我是建筑设计师卡维，最棒的大魔术师，魔术助手，我叫风云。